一本薄薄的小册子，在国统区掀起了轩然大波。它让人们从把延安说成匪区的宣传中醒悟过来，原来世界上有这样一个地方叫延安，有这样一群人叫做共产党。回来以后啊，到处给人家做报告，逢人就说延安在中共的治理下如何民主，人民如何安康，而且还写成了书。人家当局是不喜欢这些的，你这样做是很危险的。我的立场不偏不倚，严格恪守中立，不偏不倚，秉笔直书。我又没诋毁谁，我怕什么？可咱们的当局很虚弱的。哎，你说一点什么新鲜事啊？他准以为你在攻击他。宣传机构整天说共产党杀人放火，共产共妻，你去了趟延安回来就说那里一片光明，你这样不是打政府的嘴巴吗？我考察了很多地方，每一次回来都要做一份报告，我不愿意说违心的话。你呀，人家不爱听你说这些。不愿意听我也得说呀。啊，共产党在延安是一片荒漠的土地，变了面貌，就像林苏玉这样的人都被改造的开朗豁达，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啊。你呀真是够倔的。郝二郎，平心而论，您写的这本书并没有不实之词啊，而且写得很不错。但是兄弟认为我们作为参政员没有必要写这样的文章去讨好共产党，给共产党涂脂抹粉，是吧？啊，此书并无不实之词，何来涂脂抹粉呢？哎，这个黄任老的不妥之处就在于没有经过诸位的同意就将此书发表了，委员长要是看到了，还以为诸位与黄任老有同样的看法，对吧？那上面不是明明写着黄炎培三个字吗？你呀过虑了。对呀，大可不必如此小心。哎，当然我说此事并不是为了开脱自己，而是替黄任老担心。担心什么？民国23年，申报大亨史量才之见，恐怕您没有忘记吧？我谢谢左先生啊。嗨，大丈夫安身立命，自由主见，敢做敢当。诸位，好消息，好消息啊！啊，日本投降了，真的？日本投降了，是真的吗？是真的吗？真的，真的。日本天皇刚刚颁布了投降的诏书啊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好了，终于等到这一天了，我们胜利了，咱们胜利了，我们的好日子快到头了。日本投降了，百姓得救了。是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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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下百姓得救了。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。9月2日，日本代表在向同盟国的投降书上签字，日本军队128万人向中国投降。至此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胜利结束。中华民族为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，做出了巨大的牺牲。终于等到这一天了，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瞧瞧你的头发都等白了。少爷，您瞧您的头发不是也白了吗？能够活下来看到胜利这一天，我的头发就全白了，也值了。从918算起，14年了，14年了，我们中国历经了多少磨难，我们同胞死于战火的何止千千万万。我的好友刘占恩不就是因为不愿意出任伪职
被他们汉奸杀死了吗？我的恩人史良才不就是因为宣传抗日遭人暗害吗？先夫人王秋思不是因为战火蔓延何至于早亡啊？我的儿子方刚如果不是因为战时物资匮乏何至于拼命叫价而死啊？你都知道了。儿子你爹老了脑子不坏，爹虽老了可是不糊涂，你那天在江面上给我支支吾吾我就猜出几分了。方刚先生的事是你父亲让我去乐山打听的，只是没有告诉你。孩子别哭了，今天日寇投降了，中国人民胜利了，我们得笑。对，高兴啊，要笑，要笑，要笑。对，咱们该笑啊！倭奴降服日，冲天喜泪流，人间有正义，光华耀神州。好啊，好啊，好事。喝。好。爵文兄怎么把胡子给剃了？哎，是啊，当初我对天发誓啊，抗战不胜利，我就不剃胡子。如今日本投降了，我当然要剃个胡子表示庆贺了。哎，诸位诸位啊，抗战胜利了，下面必将是和平建国的高潮。今天啊，我把和咱们民营内迁工厂共患难的黄任老和庄先生请来了，和我们一起共讨战后发展大计。好，非常感谢中华职业学校给我们提供了培养了人才，非常感谢中华职业学校对我们的教育事业这八年来的大力支持啊！救国先救穷啊！事业和教育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两个轮子，缺一不可呀！啊，为中国培养可用的人才，责无旁贷。中华职教社正在筹备回迁巩固大西南八年的成果，正准备长江下游复兴职业教育更上一层楼啊。大乱之后啊，必是大治，艰苦岁月咱们终于熬过去了，下面就是咱们工商界大显身手的时候了。就是感觉啊，胜利来得有点突然，好多业内同仁都喜忧参半。你这话怎么说呀？以前啊是忙一天愁一天，谁想到战后重建，这胜利突然降临了，有些茫茫不知所从啊。奉劝诸位啊，今后我们搞我们的本业，也不能不关心国家大事啊。诸位啊，国资委主任钱昌照提出，新中国要靠我们在座的工业家来建设，到抗战之后啊，只有大手笔才能迎合大时代啊。我补充一个事实，两年前抗战的曙光刚刚出现，永久皇范旭东董事长已经在筹备在南京、天津和湖南正在新建十大化工厂的计划。范先生走在前面了，咱们也不能落后啊，是吧？话是这么说呀，可政府也该拿出个主意，给我们一笔钱或者贷点款也行啊。咱们的款呢已经开始发放，咱们私营啊还要靠大家去争取，可咱们民营啊还得靠自己争取。我们这些民营工厂啊永远都是后娘养的。哎，不是，就是。所以诸位啊，我们眼下火烧眉毛的头等大事不就是和平建国吗？哎，你们干什么？执行公务。把所有的箱子柜子都给我打开，我们要检查。凭什么？我们奉命搜查私藏的枪支弹药。你必须无条件配合，这是黄任老的家，他又是堂堂的国民参政员，你们这么做不怕犯法？犯法？我们搜的就是黄炎培的家，动手，仔细的搜。哎，你们，哎，这是黄先生的书房，你们不能乱进。哎，你要是再妨碍政府搜查，我就要你的命。哎，不能动，你干什么？你们这是干什么？你们是什么人？执行公务，你又是什么人？这是我的家，你们凭什么搜查？你的家？
对，黄炎培是我家先生。哦，您就是那位嫁给黄炎培的姚维君。这个面子我给你，不过你警告黄某人，如果他再敢跟政府作对，下次我们可不客气了。走。黄夫人，周先生您来了，快请进。黄夫人你好啊。你好，这次让你受惊了，我代表中共代表团向你表示慰问。谢谢你。哎，黄先生在吧？在，快请进。哎呀，这件事还惊动了周先生。应该啊，应该。民盟已经在政协上提出了抗议，我也直接上书了蒋委员长。蒋委员长一定会说这是手下人干的。是是是，也一定会说要追查严办。这是表面文章啊。周先生，哎，您请喝茶。谢谢。哎，家里人没有受到伤害吧？哎，这没什么，就来了几个小特务，随便的翻了翻。吴大爷，他们是想给你点颜色看看。哎，就是我写的这个延安归来惹的这些麻烦。你的延安归来我已经拜读过了啊，你用了写实的笔法，真实的记录了延安之行的所见所闻，反映了延安人民的真实情况。是是是，这一点就足够让他们害怕了。你看，小事惊奇变色还，黄炎培这是什么意思？委员长，民盟已经向政府方面提出抗议了，他们说黄炎培身为国民政府参政员和民盟中央常委，其住处竟然遭到特务宪兵的搜查。他们还说，在事件未得到妥善处理之前，民盟将拒不出席政治协商会议。黄炎培的住宅被搜查，他什么态度？委员长，遇上这种事他能有什么态度？强烈抗议啊。中共方面有什么反应？啊，中共代表首先向黄炎培表示支持，另外黄炎培本人也给您写来亲笔信函，要求严肃追查。至此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之际，这不是授人以柄吗？好了，你们二位抓紧时间去处理好这件事情。是，黄仁老，恕我和王部长慰问来迟啊。大家都这么忙，其实大可不必。任志雄，委员长本人让我代他跟您道歉，他说这完全是底下人的胡作非为，一定依法惩办。宋院长也说了，搜查您家的行为，这可是给国民党脸上抹黑嘛，完全损坏了委员长的威信。明天中央日报将公布对参加搜查人员的处理结果。先生，当局要惩办那些人，会不会让他们感到有点委屈呢？哎，这历史上恶奴欺主的事屡见不鲜，确实令人气愤呐。王部长，来搜查我们家的人不是我的奴，我这儿没有奴，只有工作人员。有奴，他也是国民政府的奴。主子不发话，那奴他敢随便欺人吗？黄仁老啊，本人和王部长今天到您府上，就是代表蒋委员长，代表国民参政会，诚心诚意的来向您和夫人道歉的。是是是。您就不必跟那些人一般见识了啊！蒋委员长曾经信誓旦旦，亲口许下民主诺言，可是言犹在耳，竟发生了这种事，这是蒋委员长在自食其言呢，还是有人故意让蒋委员长难堪呢？冷将军、黄仁老，哦，这宋院长，还有你们二位的老朋友孔祥熙，也将亲自登门慰问。多谢照顾啊！抗战虽然取得了胜利，但由于政府突然下令全部取消军工订货，使得内地铅穿工厂一下倒闭了90%，大批私营企业家被逼得走投无路。我们
家安静，安静啊！我是行政院秘书长，今天宋院长陪同蒋委员长去接待外宾去了，不在行政院，大家把信件留下，都回去吧。大家安静，大家安静。秘书长，我是千川工厂联合会理事长胡觉文，这些先生女士们都是我们的会员，你就请宋院长出来见见我们吧。啊，是啊，让他出来。你们实业部为什么无故撕毁我们的合同？就是啊，秘书长，我们大家都是遵纪守法的企业家，又不是暴徒，叫他出来。对，为什么不许再吵了？出来，否则对你们不客气了。站住！这位是国民参政会驻会参政员宋院长的朋友，民盟常委黄炎培先生。走！不要再闹了，这样对你们没好处啊！让一让，让一让，来让一让，让一让，让一让，让一让。宋院长，你可行？秘书长，这么多人来请愿，你找几个代表谈一谈呢？他们都是国民政府的纳税人，得罪了蒋委员长，你担待得起吗？黄老，这事我劝您别插手，他们聚众闹事就是想吓唬宋院长，威胁国民政府啊。这些人都快没活路了，哪有功夫吓唬宋院长？好好好，你们要是这个态度，我去面见蒋委员长。哎哎，黄长老，这事儿就别再惊动蒋委员长了，我们就在这里谈，现在就谈。我们要求有三条。第一，咱内迁来川之工厂政府应进行订货，以资维持。第二，咱不能生存之工厂，政府要进行收购，以便转移到合适之地重新开始生产。第三，对抗战有功之工厂及职工，政府应以民工罪给予补贴。霍理事长，你们那些工厂按照优胜劣汰的市场经济铁律，完全应该被淘汰掉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是这样讲话，完全是一败涂地，说你们过河拆桥一点都不过。秘书长，我跟你说，我就是搞机器行业的，我们刚迁川的时候只有180多家，现在发展到900多家，我们革新发展了多少机器，为抗战解决了多少问题。天津的永久皇在四川建立了新塘沽，侯德榜发表了质检法，保证了战略物资在后方的食盐和碱的供应，在物资急剧匮乏的大后方有这样的举措是非常不容易的。还有经济研究所曾做过调查统计，1943年度13种工矿产品中，造纸、棉纱、面粉、水泥、硫酸、电力、煤炭、机械制造、生铁和冶炼都产自我们民营工厂，就是最少的炼钢业也至少占了一半。你们应该了解，在战时正是这些大批的迁川民营工厂克服困难所制造的产品，支援了国防和后方军民用的最基本的生活用品，让民众看到了生机和胜利的希望。这些有贡献的企业，政府应该给予大力的支持，而不是一堆擦脚布，用完了就扔了吧。哎，对，这是黄政委说的太对了。对对啊，哎，是是是，当然当然了。那你看看，兄弟，我直接转达，一定办到，一定办到。最近行政院有2件事情办得不好。一是千川工厂搬迁的事情，闹得是沸沸扬扬，中外舆论都知道了。我会见了他们的代表胡觉文等人，当场批给他们50亿法币的贷款才算了结。还有就是范旭东美元贷款担保之事办得也非常不妥，再加上他突然病故，有许多人借此大做文章。黄任老，这2件事都参与了吧？哦，委员长，您坐。胡觉文的岳父沈信清和黄炎培都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主要创始人，并在一起做了27年的董事，因此两家难免会有一些来往。事情没这么简单。中华民族经过浴血奋战赢得抗日战争胜利后，又面临着建什么国的斗争。这一群民族工商业的代表人物和与其有联系的知识分子
基于对时局的认识判断，既受到了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影响，开始酝酿成立一个政治团体。外边传说毛泽东先生要亲自到陪都来与蒋委员长谈判，有这件事吗？有，周恩来先生和他的代表团已经到了重庆了。是啊，皇上了，皇上了，毛泽东他敢来重庆吗？这位毛先生什么都敢呢。啊，可是蒋委员长不是一直要消灭共产党吗？毛泽东这一来不是自投罗网吗？照我看呢，今天的共产党就不是蒋委员长一厢情愿就想消灭的。他们现在有一大批民族精英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，我们在延安就待了五天就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啊。是啊，可现在通货膨胀，岁事繁多，官府的盘剥使我们这些搞实业的人看不到任何希望啊。是啊，看不到希望。是啊，黄老，你得在参政会上为我们多美言几句，你最理解我们的。我从1917年创办职业教育开始就和实业家打交道啊，知道你们的甘苦和追求，尤其是抗战以来啊，你们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牺牲，我当然得替你们说话了。但是面对眼前的局势啊，不能只是埋头搞实业，如果工商业还像以前那样啊，一盘散沙那是不行啊。黄任老的意思我明白了，咱们就是要建立起一个比千川工厂联合会更紧密的团体，来维护咱们的利益。对对对，应该建立这样一个团体吧。哎，我就是这个意思。我们应该考虑建立一个自己的团体啊。建立自己的团体。过去像辛亥革命、北伐和现在的抗战，哪一场胜利不是老百姓流血呀？可惜他们没有自己的组织啊，事情完了就一哄而散了，恶势力死灰复燃，啊，然后那些官僚们又投机取利，国家继续开道，所以老百姓还是吃苦啊。是啊，是老百姓说的有道理，这种悲剧再也不能重演了。所以我们工商界的朋友啊，就应该开始有自己的政治组织，要成立一个团体啊。哦，对对对，应该成立政治，应该成立政治，有道理。这个办法好是好，可是工商界大部分人士都不关心国家大事，且不懂政治。如果你能牵头，我第一个参加啊。哎，对对，我们也参加，我们也参加，我们也参加。哎，我不是工商界的，我不能牵这个头啊。刚才您不是还说了吗？一直跟我们工商界打交道，况且咱们在座的好多企业家原来都是您学校的学生啊。我看啊，这样，任师兄啊，把你的职教派和我们工商界联合在一块儿，咱们搞一个有职业者的政治运动，反对政客政治。据我所知啊，左顺生这种人就是打着各种政治旗号为自个儿谋官的。如果我们要搞政治啊，就应该把那些不靠做官吃饭发财的企业界、文教界的人士组织起来，建立一个新的政治团体。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对，我看任师兄，你就答应了吧。那我看就把《国讯》和《宪政月刊》两家杂志的那些记者都叫来，然后大家也都派代表，咱们大家一起探讨探讨，好不好？哎，时不我待，今天是星期六，以后啊，每周的今天下午，咱们就以周六聚餐会的形式，咱们开始讨论。哎，这样也好啊，就这么定了。那我们就各展所长啊。子英兄，你就费心给大家制定制定条例啊、章程什么的，好不好？行，我找一下张乃器、施福亮、黄慕寒，写你个草稿。哎，你有机会见到毛泽东，就把咱们成立新团体这个事啊，跟他探讨一下，看他有什么意见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1945年8月28日，毛泽东携周恩来、王若飞前往重庆，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。毛泽东亲赴重庆，充分显示中国共产党谋求和平的真诚愿望，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和社会舆论的高度赞誉。黄任老啊，有关文件都准备好了吗？哦，还差组织法上在推敲。我认为我们不宜采用领袖制，我们要在一个新的党派中采用新的制度。任之兄的意思就是杜绝那些企图升官发财的人混入我们民主建国会，这点非常必要。靠以当官为目的的人组成的政党，哪有民主可言呢？我们都有自己的工作岗位，根本用不着玩弄权术来达到目的嘛。
我们现在的上层组织是临时的，等全国各地的分支组织形成，再自下而上的用选举来完成。这样我们就朝真正的民主迈进了一大步啊！我们民主建国会就是要为实现民主做一个好榜样。本会一经建立，要尽量的采取中间性，不宜向任何方面采取斗争态度。这非常符合黄任老外圆内方的处世哲学呀！啊，我黄炎培不是不问是非的和事佬啊，对于一切为民主建国付出过努力的人都保持友善，保留对任何不民主和腐败独裁的人以批评的自由。黄任老，哎，还不到两个月我们就见面了，哎呀，看来我们是有缘千里来相会。听说你要来呀，没想到就真来了，你就不怕这是个鸿门宴呢？如果蒋先生摆的是鸿门宴，那他自己不就成了西楚霸王了吗？黄任老，你是个敢作敢为的真壮士，我理当对您表示敬意啊。哎呀，毛先生何出此言呢？啊，您的大作《延安归来》哦，我正在看，这里边说的都是些公道话。秉持公道是我黄炎培做人的基本准则嘛。黄任老，你是怎么看待这次国共谈判？我以为最重要的是双方要克制，以民众利益为上。关于中国的前途问题有四个结果：一是国消灭共，二是共消灭国，三是国共分治，四是国共合作。恐怕是不会再出现第五种方式了。呵呵，愿闻黄任老高见。现在这第一种和第二种不可能实现，因为谁也消灭不了谁。第三种分治，分治了还叫国家吗？只有合作。我自始至终是主张国共合作的，除去合作，实在是找不出其他合理的方式来解决国共问题了。嗯，黄任老能够如此清晰地分析时局，不愧是国之智者呀。毛先生、周先生，如今双方的军队严重冲突，而人民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同室操戈。我们各界恳请毛先生拿出最大的诚意和克制，让国共两党免动刀兵。黄任老，我这次来就是诚心诚意地想为中国老百姓找到一条和平的路。毛先生如果能力挽狂澜，与蒋先生谈出一个和平建国的前途来，一定会青史留名啊。只要蒋委员长肯放弃消灭我们的政策，为了全中国的和平，为了老百姓的利益，我们可以做出最大的让步。毛先生有此雅量，谈判一定会有一个圆满的结果。中国有句老话叫尽人意知天命，我们会努力做好和谈工作的。毛先生，我最近又写了一篇文章，想请毛先生辅政。您的锦绣文章我一定认真拜读啊。毛先生、周先生，我今天来还有一事要请教。请讲。我们一些同仁呢，酝酿在国训同志会的基础上成立一个新政党，以团结广大的工商业和文教界的人士，想请问二位有什么见教？我个人，我们共产党是支持你们的。准备起个什么雅号啊？我们考虑民主建国是中国的当务之急，就叫民主建国会。啊，民主建国会，好啊。昨天我会见毛泽东的时候，黄任老递给我一篇文章，胜利了，痛定思痛，你们拿去看看。那委员长对此是什么意见呢？文章写的虽然诚恳，但不乏都是一些书生之见。黄任老自延安回来之后，对共产党产生了幻想，这样发展下去是非常危险的。你们要好好的提醒他，不要受共产党的蒙蔽，上他们的当。报告，主席，黄任老来了。哎呀，先生真是忙里偷闲呐。宴会上推杯换盏，
然后互相说几句吉祥话，翩翩起舞的场面，我是不太习惯的。哎，我也是啊。哎，黄仁老，你写的这篇《胜利了，痛定思痛》，我看很好。你这段文字写得非常生动啊。生存只有一个自立，这是一个铁的原则。像一个国家，人家愿意和你做朋友，自己不争气，虽是好友，也是爱莫能助啊。万一战胜者终于扶不起，战败者倒熬心吃苦以求生存。明天转而辅助他方，兴业存亡可以易位。一部大历史少不了这种先例，很有警示作用。这篇小文是燕培杞人之忧，不瞒毛先生说呀，此文也成了一份给蒋委员长。二位都是当代的大英雄，于国于民都是关键人物。此次重庆谈判乃是上天赋予二位的历史机会，一定要坦诚，万万不要错失良机，让历史留下遗憾呐。黄仁老，你一直强调不左坦不右倾，走一条中间路线。但是据我对蒋委员长的了解，你们这条中间路线早晚会走不下去的。王先生，我们中国人不是讲究中庸吗？所谓中间派，无非是希望你们求大同存小异，放弃恩怨，以国家大义计握手言和呀。抗战胜利后，我们真的希望出现一个和平建国的新局面。我这次来重庆，就是要说服蒋委员长以人民利益为重，放弃独裁，建立一个民主的联合政府。哎，但就怕蒋先生不领情啊。嗯。黄仁老啊，主席，今天晚上的宴会是陪都各界专门为您准备的，现在大家都等着跟你合影留念，你还要去应酬一下。去去去。黄仁老，嘿，这就叫身不由己啊。毛先生，国事为重，燕培改日再请教。好好，祝你们谈得好。谢谢。经过43天复杂而艰苦的谈判，国共双方于10月10日正式签署会谈纪要，即双十协定。国民党当局表示承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，同意长期合作，坚决避免内战，建设独立、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等。大家要没有其他意见的话，我们今天就把民主建国会的组织原则定下来，下午把民建会的政治原则的20条也定下来。哎，你看看，国共双方的和谈协议终于签订了。哎呀，看看看看，哎，给我来一块儿，我也看看。这下可好了，大家都可以安居乐业了。但愿双方都能遵守啊。是啊。鲜明的观点。王部长，啊，你们正在开会啊，贸然造访，请多见。啊，不碍事。黄仁老，嗯，按说我这个外交部长是不管这种事的啊，可使节我还兼着参政会的秘书长嘛，所以特意赶来提醒诸位。哈，不知王部长有何见教啊？哈哈，听说诸位再次筹建一个新的政党。诸位都是社会名流，出于朋友角度，想说几句肺腑之言，仅供参考。请讲，请讲。黄仁老应该还记得，当初您发起参政员去延安考察，兄弟我劝您不要去，可您执意前往，这去也就去了，大不该回来之后写了延安归来的小册子，替共产党做宣传，此事闹得沸沸扬扬，这没消停几天还要成立什么民主建国会。王部长，民主建国会顾名思义
就是为了民主建国嘛。说得对，说得对，说得没错，说得太有道理了。就是，有什么不好啊？好，那我坦诚地告诉诸位，对你们这种行为，政府的态度很明确，不支持，不承认。王部长，这不是您个人的意思。对，我代表政府。我们这个阶层的人，愿以纯洁平民的身份，在中国建立一个政治上和平奋斗的典型，使工商业的人士有一个宗旨明确的团体，这有何不妥呢？是说不妥。黄仁老，您是中国职教派的领袖，民盟常委，又是国训同志会的总干事，何必又要成立什么新政党？这古人云君子不党啊。王部长此言差矣，委员长是国民党的领袖，他怎么不是君子了？这话要传到委员长的耳朵里头，你恐怕很难自圆其说呀。是啊，王先生说的。诸位诸位，黄任老乃当代的大学问家，一贯倡导职业教育，可亲可佩啊。可是何苦总是跟蒋委员长过不去呢？我们没有跟蒋委员长过不去，我们工商文教界的人士要组成一个团体，完全是出于民主建国的意愿。我是出于朋友交情，来好意的提醒诸位。好了，王部长，多谢您的提醒。民主建国会的成立自然有它的意义，我相信历史会见证这一点。可多一个政党，不就多一份见解，多一份意见吗？意见多了可以帮助政府决策，这有什么不好吗？对呀，好。世杰，文才口才均不敌各位，可是我是替你们着想啊。王部长，我们成立之日，你不会派军警来封锁镇压我们吧？黄仁老，你言重了。告辞。告辞，告辞。咱们再继续商榷，好好的跟我们来过一过。不可以商榷，对不对？其实我只是想，我觉得集思广益才是最重要的啊！要争取大家的意见。任志炫，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？如今政府已经对民盟采取高压政策了。要是此时再成立民主建国会，还不知道出什么事呢。事不宜迟，我们要马上成立民主建国会。双十协定刚签订，蒋介石便调集110万军队分三路向华北解放区进攻，图谋打开进入东北的通道，进而占领整个东北。哎呀，要说功劳啊，我们能有什么功劳啊？你看，跟日本人打了半天，什么事都没有，一打内战，脚也瘸了，手也断了。哎呀，算你小子命大，你们两个好歹还活着。你看我娘家的表弟，这刚娶了婆娘一个月，就死在台儿庄了，一去不回头啊。哎，你老说的对，要我看呐，龟儿子才愿意打内战呢。嘘，那边有人呢。哎呀，老刘，你也不容易，回头我找个婆娘介绍给你啊。给我也介绍一个吧。哎，我一个瘸子，他还没有手，怎么娶啊？俗话不是说吗，瘸驴配破磨。你快别取笑我们俩了。哎呀，我没取笑你，我跟你说的是正事儿。41年我家小妹的老公在北碚被日本人的飞机给炸死了，到现在守寡4年了，有个6岁的孩子。你看，说给你，怎么样啊？多大年纪啊？哟，你还挑年纪？我也介绍一个。哎，那也得看看我这个瘸驴拉不拉得动那个泼墨嘛。哎咻！嫂子，嫂子，别走啊你！哎，为了抗战，打了这么多年仗，多少百姓的生命都留在战场上了。现在胜利了，还要打什么内战啊？您是心善之人，那当兵的能做主？来来来，那还不是当官的让他们打谁就打谁去啊？内战不能再打了，你们可能都注意到了，双十停战协定并不包括东北，这东北这个地方早晚是要出娄子的。东北是兵家必争之地，那毛先生和周公这么精明的人，
也会忽略这个事儿。哎，不是忽略，是他们的力量暂时达不到，只能刻意回避。嗯，那蒋先生也可以回避吗？蒋先生不会回避，蒋先生有美式的装备和几百万大军，他能回避吗？那 他不会回避的。那他对外宣称的四项承诺，也能不算数？所以说呀，消灭国共之间的摩擦是我们的一项长期的工作呀。我宣布，中国民主建国会正式成立。首先，有请黄任老介绍筹备过程，报告本会筹备过程以及本会的特点。朋友们，本会的筹备和产生完全是出于部分产业界和教育界人士的自觉。我们站在民主的立场上，因为我们是民主的一部分，所以我们为人民谋福利，我们不怕任何危险。凡对人民有利的我们就做，对于人民不利的我们不做。